你要去哪裡？我一定會給你一個交代。媽，我要一杯，你真正要對我很出錢的話，今天如何如何，我要跟姐姐好好表達，我絕對不會改顧客的腦袋，看看他到底是誰的營養病。你是要給我留下什麼交代？歡迎你，蘇志敬，野心才是我的心。 让！站住！妈，我求你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站住！请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就做我一点比你还行，做更乖卡。让我重新做人，弥补我过去的不对，弥补野心。徐碧玲。 我给这个看完，你给他堵住风，否则就毙谁吧。你给我听清楚，咱叫六嫂，你囝生生就给我出去。阿舅，你，张秀丽，你想要给他真相，跟我李亚欣讲呀？我不准。亚欣，等你啦。到底是？我是要怎指使两个骑兵？ 因为付出才是爱情，真正的过才的伤心，前路坎坷，一路红灯，找无脚，都要安怎停？原来真心，我来绝情。